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现在有1000元钞票两张，500三张，100有五张了、欲至少取一张了、共有几种取法？我至少取一张。我们现在先算随便取的，随便取的话，这个有几种取法呢？有三种取法，零、一、二有三种取法。这个有零、一、二、三有四种取法，这个有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有六种取法。啊，把它给乘起来，我取这个取完以后再取这个，取完以后再取这个嘛，用乘法原理。啊，扣掉什么？扣掉全部不取，一种方法。所以这样等于多少？这是72吧？72减1是71啊，有71种方法。